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详细看看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具体情况。虽然汉语方言具体情况很复杂，但它们大致可以归为七大类。换而言之，就是中国说汉语的地区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。七大方言分别是北方方言、吴方言、湘方言、粤方言、客家方言、闽方言、赣方言。大家注意一下六种南方方言地区的人口比例，大约占中国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。人口较多的三个是吴方言、闽方言和粤方言，6%上下。另外三个方言区人口比例都在3%以下。北方方言也叫官话，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。明朝、清朝时，人们把通行于中国北方的口语叫做官话，也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官员在公务交往时使用的语言。北方官话的英语词语 Mandarin 来自葡萄牙语，是明朝传教士造的，意思就是官方语言。有趣的是，有人误以为 Mandarin 是满大人的音译，指满族人的满语。其实真正的满语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，和汉语完全不同。北方话覆盖范围很广阔，如果加上内蒙古、新疆、青藏使用汉语的地区，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80%。这些地区的人口也超过10亿，占中国总人口的75%以上。北方方言之间大致可以交际，可以算一个方言大类，但内部也多种多样。差别较小的如北京话和天津话。记得30多年前大学时代做语言调查时，在北京和天津的交界，小河这边的北京是枪挂在墙上，到了小河那边的天津就读成了枪挂在枪上，第一声和第二声正好相反。华北、东北、西北地区方言差别就稍大一些，比如东北人听起来是东北营，西安把我说成饿，河南人把好说成中。西南地区就更独特，比如你是谁说成李斯拉狗，还喜欢说什么什么头，比如没意思是没个耍头、没个砍头。北方方言的内部分类，学术上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但通常是按照地域来划分，主要有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长江中下游的江淮这四个词类。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国语普通话的基础，其中北京的语音又是标准音的基础。不过北京话的一些土话和特别的发音是北京话而不是普通话，比如许多京腔京味的儿化音，饺子皮儿、电影儿、今儿个。此外，在普通话作为共同语，在南方方言区甚至东南亚华人地区使用时，吸收了当地一些独特的词语，
每个地区的口音也非常独特。在1949年之前，因为全民教育没有普及，也没有广播电视，南方人的口音非常重，听起来非常困难。请听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湖南味国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。不过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，现在的年轻人普通话说的越来越标准了。至于南方方言，内部差异非常大，六大方言仅仅是一个总体的说法，这可能主要和南方地区都是山地，河流众多，交通不便有关。记得我父母说，他们1953年时，不到100公里的山路要走5天左右，因为彼此之间交流很少，几百年上千年下来，各地的方言就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北方人到了南方就找不到北了，意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南方方言里吴方言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，因为说吴方言的上海、杭州、苏州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上海人喜欢骄傲地说阿拉早安你。吴方言的吴来自春秋时代的吴国，它的首都是苏州。吴越争霸的故事可能各位都听说过。吴方言使用人口是南方方言中最多的。